阿爹讲的，我这么诚恳，爱民如爱子，这代志我无做，我信你啦。好，我相信你袂。你若是隐瞒，歹势，要不我阿爷捡去你兜断，我老爸这个代志甲放煞，代表我这个出面，你同情我，以后我会保守你以后。这个代志要看作心肝。你是白鸡，你贪钱你为，你若是唔去办，我派头蛋过医生，过到惊啥所在，我也要过医嘛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做假生意红光，我处理阿彪，我丢你，处理偷金就是招。你的罪过不管做几条，你若写了，我来去甲万岁爷求情，予你三年判罪。以后出来，你阁继续逍遥。好，老爸已经讲到这尔正清楚，代志我无做，你偏偏到这所在，听到无人讲几句话，就要来指责我这老爸，我无做就无叫你啦。好，做官人之中相传，老爸跟我这么烦，但你我无法度替百姓伸冤，我甘愿脱官做民，出家吃菜，前途好有恒心嘛。你给我存疑哦！你若出家吃茶，我是要安怎着好？对不起你，我无够听话，真的。我呢，受袂当到。你住这所在，听到这外人在咧讲的话，你就爱相信你老爸。好啦，你若讲爱相信我，为着要证明我的清白，只要小动一支，老爸我做真难死。阿爹，阿爹，你别去出山。阿爹，他属于冤枉你，你砍头改下罪不要紧。你若自杀在我面头前，我心肝遗憾，今日不孝。你啥讲你不好？你明明死，你爱老爸面子死，你明明我都爱你爸，老爸。哼，阿爹，你该疼，放叫师兄抓去杀。你来啦，你有罪？我有罪，我若是我叫你，今仔师兄来，就是你，是当番诉说一切，伊无来领罪，是要向我一个公道嘞。你有罪，我爱甲办无。你袂用搁再办咯？为什么？到今日，我会当看出你一片的好心。我若是继续搁坚持，你一家人是无可能半件再中意。啊，其实对方是你的外公，你是对外公不错。当初是，我为着自己的利益，害你一家人家破人亡，自从这钱要这边我来做，有你在我身躯边甲我孝顺，其实我早就已经痛改前非。所以我自从转播的爱在你的心上栽培，我就是要来弥补。结果代志变成这个场面，我袂当看你家己的人自相残杀。等你，我认罪，我认罪。等你，等你，你怪我讲。我问你，你心上哪有这条思念呐？这样就挂念，这就是当个时，你莫做满月时阵，我去庙内，结托咱求来。叫你挂平安的啊！你是我的孙啊！是啊，是嘞。当日你看到遐代志真嘞，也无就是你娘妈。你真正正正影报应，是我的报应，我了解。囝，今仔你变成这个模样，你会当为你一家人伸张正义，我真欢喜。所有代志我已经认错，也无有一个遗憾，都是我的查某囝。伊是我唯一的女儿。我希望哦，你会当替我好好来安排伊的一切。娘，你会再去受伤。好。为啥大夫来甲你医啊？我需要医啊，伊一直在等，到保险办来接我出家。好啦，我等你讲煞嘛。年纪轻就啥反悔啊？一顿给伊死，收买生意嘛？对。都我给伊收法律的制裁，安尼对付只有一个公平，你可以。阿公，下台。你敢知我找你多年咯？我无了解过去你才做老爸，我你介绍叫阿公，阿你面前名是阿公，喂，唔对啦，唔对，什么叫阿公？阿公啦，什么阿公？你叫公公，爱上啦，你是恁小弟啦，你是啥？唔是啦，我是阿哥啦，啥？伊个是阮老母的小弟哦，唔啦，阿个古阿少年，哎呀，我太古老拜耶。我要跟你讲，我找到阮翁啊！你哪里过啦？就是这个啊！我哪是？我老公阿爹吼，看你身材就会知吼，我煞袂记个啦。迄个就是伊甲我救的啦。伊是嫌人个查某囝，可惜个性无同，小妹啊。啊！
我安尼想大啦，你小妹怎啊结婚啊？久啊，要哪结嘛嘞？当然咯，轮回无轮回。这阿公错啊！呀，故意是咱元首人的查某囝，你讲？你也知影，顶台湾下代是无仇，当家人你若有介意，而且会救你这么一遍，你嘛都爱报答伊的恩情。我当然报伊的心啊！我伊三百无成功嘞。我叫伊做成功的嘞！我叫老爸，你唔得叫老爸，你得叫阿公。啊，你即摆敢有想要嫁我？我以为我是也无精神的嘞，你啊！我叫阿公，啊叫公公也是共款意思。啊，你生得三百的啦，你要娶啦？是啊，我叫咱嫁伊啊！嘿，阿姨怎啊？伊是哦，你的万二啦。万二啊！哦，万二啊，足少年嘞！啊，伊听我讲话，敢若二三啊呀？哦，也歹势。当这是现在关的，即摆嘞已经了解，面露亲切。所以你不用嫁伊啊！不用嫁伊哦！哎呀，我以后就爱尊重伊才对啊！我来，这么麻烦我，我来办多少人？这阵，小妹啊，哈？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你嘛甲我讲清楚。啊，当你落去安啦，我是讲哦，你若做大个，啊，我做细汉个就好啊。做那是几条路做？就是我讲的是给我做好个。好。你无遐尼歹，我想袂惊着你。对啊，伊爱阿人吧，伊我讲伊变咩，你会看？不看哦，你嫁予伊好啦，安尼较有看啦。好啦，阿姐也伫咧讲哦，伊伊金水鸡哦，愈看是愈古锥呢。我即摆是甲订者，想袂当到伊对我遮尔啊顺情，我嫁伊。安尼好。啊，容易。朋友，怎样？假如金宝无容易，咱一家当团圆，阮手嘛有报，兼骨力连做几桩。解围的关系。我叫什么名啊？你姓孙。哦，原来就是。原来我是伊的后代，叫做洪宝。好，阿公，安尼我了解咯。咱今日一家团圆，我是有报，这拢是中央公调。但是亲爱观众，恭喜好运，恁大家财源滚滚。